哎，那我先跟大家道个歉吧。我今天本来我是不想把话讲这么明白，我也没有想就是一五一十什么都全部都说清楚，但是确实没办法，因为这个很多人带节奏啊，包括一些就是别的事情搞得现在确实，不光是我，还有达达。都受到了伤害，所以说我先跟大家道个歉。还有就是，我食言没有告诉大家我谈恋爱这件事情。我先跟大家道个歉，首先没有第一时间告诉大家我自己的感情状况，然后我今天直播会和大家把事情全部都公开说清楚。首先，我要和大家先说明，我现在是单身的，我和大家已经是分手了。